三哥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后悔了吗？那这是什么？方便你怀念旧情，睹物思人吗？不是这样的。那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无论我怎样全心全意的对你，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人？ 从你心里长出啊，林恒景，你真的是这么绝情的人吗？还是你压根儿就不愿意把感情浪费在我身上？你就是这么看我的？啊？我是你丈夫，你我同床共枕，你天天当着我的面去思念别的人。 你让我怎么想，萧北辰？ 你不要入戏太深了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协议结婚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只不过是协议结婚，我无权管你。